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那些狂风已经失控了，我们将会有灭顶之灾！要不是你在我的实验中做了手脚。 那些蜜蜂怎么会变得如此残暴？快跑！快跑！培育蜂狂风赢得战争，这可是你的计划。 给你一星期的时间找回狂风。要不是你在我的实验中做了手脚。 那些蜜蜂怎么会变得如此残暴？父亲，得用毒蜂的蜂蜜做药引子。大壮哥，我来救你！那些狂风已经失控了，我们将会有灭顶之灾。找不到蜂巢，都得死！ 这是什么怪物？那些狂风已经失控了，我们将会有灭顶之灾！马上就到了。我是日本人。 培育变异狂风，当做生物武器赢得战争，这可是你的计划。